哎，夏天的木作队伍又壮大喽。那是，我现在的作品可比你多多了。哎，等以后啊，我们买一个巨大巨大的房子，哎，最好有一条特别特别长的走廊，这样就可以把你的木作全部都放在里边。房子一定要在海边上，这样每天就可以带我爸过来钓鱼。早上呢，听着海浪起床，晚上听着海浪睡觉。一定要有落地窗，这样晴天雨天，每天窗景都不一样。最好在屋子里再加一个吊椅，然后在外面呢弄一个防腐木做的观景阳台。那我还有一张大大的写字桌，这样我们两个在一张桌上就可以画图了。小朋友还可以在旁边玩。哦，小朋友，那你说我们生几个孩子好呀？一男一女了。可惜了，这种事情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呀。只要夏天和许泽好想，就一定可以完成。嗯。那皮肤要像我，个儿像你，男孩像我，女孩像你。女孩像我啊？嗯，像你好看。再养一条狗吧，什么品种都可以。那要像你吗？像你好看。行，像我就像我嘛，但是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 Summer。